没有那么重，但相对的就不会让你的嘴唇流那么。可是我觉得还蛮香的。对，它是好喝的。对，天平你好。对，它是泰奶博士。豆花早安，早早，列车早早。哎，这间感觉好像蛮好吃的啊。这边是刚刚那个什么 Ned 说，它是这边是一条一条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外面。哦，就走进去这样子。走进去，然后再去进去里面下一条。好，我很想要吃一点那个咸咸的泰式料理，然后以及我现在发现开始有点在滴水。那就先进去吧。以及我发现，好可惜不能一起去泰国。没事，你会去？下次啊。对，米会去日本玩，没事就。下次把你拉去别的地方。带着我们一起，哎，这个很像那个台湾的那种自助餐小店哎，然后像台湾的卤味好像哦，很像台湾那种传统市场。这边还有卖一些可爱的杯杯，小杯杯。对，我已经感受到有一点点小滴水了，你知道吗？哪种泰奶博士？怎么了？啊！私人住宅走错。哦，哎，你不是怎么有人？怎么有人带我们走到私人住宅呀？导游。导游去看那个老朋友了。他来看那个啦，他来看一下那个这边的房地产啦。对，他来这边看一下房地产啦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桶？这是营养哦，不是啊，拍照。我是说旁边这个嘟嘟车，这是嘟嘟车吗？这个是嘟嘟车，不是它嘟嘟车，不是是只有那种很小，然后两个人坐的那种东西啊。现在都已经换了。我会去欧洲，会。我就是正在努力的存钱，在年底的时候直接花光，就是拿走吧，把我钱花光，对，把我钱拿走吧，然后去欧洲。年底就去了。年底，没错。我就是哎，墨镜，我看到了，但是看起来不是我、啊。我会去。哎、欸，这里面感觉有哎、欸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很怕要走一走，然后走到那。就是没关系啊，就是再去跟你那个好朋友对打个招呼啊。地域展开。对。四海皆兄弟。哎呦。哎呦，这个。泰国的娃娃机。你靠腰，这个人在泰国看娃娃机是怎样啊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些首饰哎、欸。对，把钱花光呐、啊，花光。嗯，光是机票，我最近有在看欧洲机票，差不多也是，单趟吧，四万五万啦。单趟四万。对，单趟四万五万。嗯，哈，冰岛看圣诞老人飞过天空，好哟。冰岛是真的很贵，我真的是挤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哦、喔！它是什么啊？应该是那种小巴。那种真的哎、欸，哦，这里感觉。这里又没有路可以出去的话。那这里你要找一件吃的吗？中午时间了，所以他们很多吃的都关了。哦，有鸡肉饭哎、欸！还是你们要吃鸡肉饭？怎么办？我想来这边吃鸡肉饭。走一个、啊。还、啊、是我们吃那个，然后这边都可以点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随便你们。啊，那个感觉也很好吃啊！我在那边乱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真的让我选吗？没有没有，不要有那么多压力，你就是看到想吃就点。单趟对，去大概就是四万多五万块。就点单份啊。我们补阿玲补充水分，阿芬要跟着喝好药分。他们只要点补充水分，你就要跟着喝。可在肯定买两人份的卤味。我在不是，你看是这种哎、欸，是这种，我很想吃那种切的那种鸡肉啊。你看，我很想吃这种啊！哦，现在木要挑战，一个人点餐啊，好可爱啊！真的假的？你是说看到想吃就哦，想吃想买的就跟飞鱼说他会买给你，好 ，OK？ 腹肌说你会买给我。我醉了，喝泰奶也会醉是不是？啊、我醉了。对啊，那个做菜过程60块而已耶，99510419，对啊，波波你好，这里可以来陪吗？不行啊，还、欸、可以，真假的？这里可以来陪？这一间不行，但是其他间可以。靠呀，好屌、哦！因为他刚自己有跟我加来，我靠，好猛哦！他们这边是有在用赖，哦，40000只够，但不是一份肯定的话，飞鱼我也要，明明你说。你要吃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骗？